世界和如来呀、啊，特别是到达了山顶顶位，他要确认自己的所见的中道佛性是否已经是中道。就是通过对善知识的信心来确认自己的观念是否已经是到位，所以禅宗需要去百城因随参高德，万里香花结圣因，去参学，这是为了得到绵延善知识的指证印证。第二呢，是得到佛经的印证，就是佛经所讲的一切道理你是否看过非常清楚，了解了佛经所讲的自身确实已经到达这个位置，那就要给予认同认可，不能不承认，又不能瞎承认，不能不承担，又不能乱承担。有些人在前面理解了一点佛法他就承担了，那叫乱承担，哪来一个纸的楼梯他就想爬上去了，爬上去就把你摔下来。所以有些人听了一点佛法完全把它拿来做借口，自己的习气毛病一点没改，照样在那里随业流转，念念都在随业流转，但他不知觉知，因为学了教理了，所以拿佛法来做辩论，语言说得很好，但是内心却是贪嗔痴慢，所以这个是乱承认。那么有些人呢，他听懂了，确实感受到了一切法不可执着，一切法的作用又很清楚，因果分明，心无相无不相，没有相是体，无不相就是相和作用，又不否定这些相，非常清楚了，可是他不敢承担不敢承认，又退回来了。所以这个忍位第二层含义就是你要认可，你自己要自我确定认可，你连自己都不认可，那说明你还没到这个位置。通过善知识的印证，通过佛经的对照，认可自己确实所知之法如佛所知，所行之路如佛所履，佛所履行的跟我所履行的是一条道路，没有第二条，如果有第二条一定不是，所以这个是认可。那么堪忍的忍就是凡夫众生在这里忍受，佛菩萨圣人也在这里忍受，就是要忍受三界六道一切相，这种忍受这种认可要达到心中的自然而然的效果，不是你皱着眉头觉得自己很难受，因为他看到了心是无相无生灭的，所以一切法都是无相无生灭，你就没有一个能忍受的我，也没有一个所忍受的事，更没有一个用来叫做忍受的这个法，三轮体空。所以他讲如忍是忍啊，非怀非出，忍是忍就是别人打你了你忍住了，这个忍不是你怀里面有一个人，不是你用一个人他打过来我用人来对付他，
哎，你如果用一个人来对付他，你这个人就像一个盾牌一样，别人杀你了，你正好我忍一下，我再忍一下，用这个盾牌来对付别人。有些人别人打他骂他，他要忍，但是他是含着眼泪去忍的，一边哭一边掉眼泪，一边忍着，受不了了也要忍着。这个人就怀里有人，自己心里有委屈，有受不了的东西在那里，那个东西在怀里，所以他这里面叫做非怀，不是你的心里面有一个人，也不是从别的地方搬一个人过来跟你对付。有些人说他骂我，我如果不理他，我忍着不理他，他会越骂越生气，就让他生气，这就是出，就是你以人来对付别人。人就像盾牌，又像矛一样去刺伤别人。所以有时候别人骂你的时候，你适当的跟他讲两句，可能他会心里舒服一点的。你都不理他，他就很难受。所以你跟他，你就知道他难受，你偏偏就不讲，这样子也是一个矛，也让别人难过。所以佛菩萨呢，就说真正会忍的人，他心里面既没有保持一个人的状态，非怀，也不是把这个人拿出来去对付别人，是本来就该如此。所以这种既能够对自心不受影响，又能够借助你需要人的事情来帮助别人，这就是非怀非出，这名为忍地。那么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确认一下自己是否能够忍受三界当中、六道当中，还有这个包括九法界众生没有见佛性之前的这一切我执和法执带来的痛苦，能不能忍受？你说能忍受了，跳下去。第一是能不能忍受，第二你能不能确认你这个跳下去是正确的，就用佛法，用这个善知识的言论来验证自己，你别一跳下去一命呜呼了，那你就麻烦了。你说我这个能忍受了，其实你也忍受不了的，结果一跳下去呢，那个我执就更加的严重，这又不够。所以飞到一定的位置不能点破，没有到达顶位你就不要随便的跳下去，没有到达顶位你所跳的可能是个小坑，跳到坑里去了，从一个火坑出来又跳进了另一个火坑。有些人不学佛法心里很烦，学习佛法了他照样很烦，不学佛法因为贪嗔痴慢有五欲的追求，在世俗当中很烦，学习了佛法以后，把佛教的这种表现，佛法僧三宝还有佛教的这些事业啊，也当成世俗的事业来追求来完成，实际上是从一个火坑出来掉进另一个火坑，原来的那个火坑还是小范围的，跳出来以后进入了一个大火坑。因为佛法本来是清净的，是无杂染的，你跳到佛法里面，在佛教里面还在那里搞烦恼搞分别，把佛法也当成火坑了，你的火坑就更大了，比原来的火坑还要大。原来看到三宝你没到庙里去，心中还有一片净土，知道出家修行挺好的，结果跑到寺庙来看看，来看看去，觉得哎呀三宝也不过如此，所以你的火坑就整个充满了无尽的虚空，从一个火坑跳出来掉进另一个火坑，从一个观念出来又掉进了另一个观念，从一种习惯出来又掉进了另一种习惯，都是凡夫狭隘的执着。即便在修道路上，从有相的六道出来又掉进了真如的无所得，从无所得跳出来又掉进了度众生的无尽行愿，你看从一个火坑又掉进另一个火坑。但是如果你证得真如，这个我们可以暂且
不说是火坑，因为它毕竟是要破除了六道的我执才能证得真如的。从火坑出来跳到了清凉池，但清凉池跟火坑都有局限的，清凉池不是火坑，火坑不是清凉池。然后你跳到清凉池以后，你回去火坑救众生，救来救去，最后你发现其实火坑就是清凉池，清凉池就是火坑，这才到了中道。所以你从这个顶位到忍位的时候，既要忍受火坑带来的痛苦，又要认可火坑就是清凉池，既要认可你生命的这种进一步努力就是建立在众生的利益众生份上，又要看到利益众生而实无有一众生可利益。所以《维摩经》啊，《金刚经》啊，不管是什么大乘经典、般若经典，那个两头话你都能够把握了。什么叫两头话？就是《金刚经》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住是空的一部分，而生其心又是有的一部分。维摩经讲的尚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又叫你去分别一切相，又叫你在这里不动，这两头的话都能够在一起讲，叫人空的时候空的彻底，就不离开有。所以这种智慧呢叫做中道的智慧，这叫善得中道。善得中道，你明白了中道，从顶上认可了，要确定自己能不能度众生，有没有心甘情愿，有没有害怕，有没有担心，有没有怀疑，这几个都很重要的。如果你真认可的人，他没有害怕，也没有担心，就是他知道即便在地狱里，地狱相也是空的，他确实明白这个相，而且更不用讲生活当中遇到的人事了。有时候修行人一遇到生活当中的一点点逆缘，就在那里抱怨这个寺庙不好，那个师傅不好，这个世俗的环境不好，又遇到了自己的先生什么不好，他们都不让我修行，因为你没有这种观念，所以遇到了总是有障碍。如果你有了这种观念了，其实一切法就没有障碍。当下当体明确叫忍位，就是对于现世的度众生的这种认可。那么反过来呢，就对于自心的境界一定要完全清除。再进一步，就是这种度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那确实用无量去形容，就不能有数量，我要度多少众生才算度众生，没有限量。我要做多少好事，没有限量。我要再修多少时间，没有限量。因为所有这一切量的背后都用一个无去形容了，用一个无数得的空去形容了。所以佛称为空王，能空一切法，就是在一切法面前当体就能空了。所以接下来呢，忍地具足以后，有了忍地，就在顶上，这个顶你确认自己能跳下去，确认了自身不受伤害，即便受伤害也没关系。有没有这样？如果我们学佛法知道了中道，你就知道这一生怎么过都行，过得好更好，过得不好也挺好的，痛苦并快乐着。是谁说的？有一个作家是吧，李敖啊，但哦对对，白岩松，白岩松，白岩松想起来了，痛苦并快乐着，你像一种有一点悲壮啊。那世俗的痛苦，世俗的快乐，在这里
相差很大。就当你认识到了一切法的本质，你的内心其实到哪里都是圆融自在，你心无相啊，太好了。所以再进一步呢，就会得到了是第一谛。这个是第一，就是你见到中道佛性之前的最后一个阶位。是，是比喻世间，比喻在有法执的众生的世界，就你执着法，就包括罗汉在内，这个位置叫是第一位。如果是二乘解脱道的世家行，那这个是就是世间世俗，就是六道轮回当中的第一位，是最高一位。而我们《楞严经》讲的这个不是指六道轮回，它包括了四果罗汉，包括了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么多位置。在见到中道佛性之前的最后一个位置叫做是第一。大家看经文，数量消灭，迷觉中道二无所目，名是第一，这是第一谛啊。如果用在顶上再往前一步的这个比喻啊，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用这个形象来做比喻，是第一，就是从这个顶跳出去了，但是还没有砸到地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如果在这个顶上，他要跳下去，他必须要跳起来。他如果没有离开这个顶，他跳不下去。正离开的时候，他在这个对于这个士来说，对这个山来说，他是最高的位置，就是第一，跳出去了。但当他砸到下面了，其实已经不是第一了，砸到下面了。那就是着地了。在顶上再往上跳，就是下有微爱，那个爱去除了，下面你还有障碍的，对法还有执着的，这层执着你开始已经脱离了。虽然脱离了那个下有微爱，但它自身的状况还是在顶上，在顶的上面，所以叫是第一。在山顶最高一层，再往上一点点，所以这个顶在这里了，跳下去，跳的时候要离开这个顶，高起一点，然后才能下去。所以禅宗用功夫常常用大鹏金翅鸟的比喻，就是你脚趾点地，点在那里，你要飞出去，必须从这个顶上用一下力，脚趾一剑一用力，然后你飞出去了。飞出去的那刹那，一定是比你这个顶上更高的。但当你飞出去以后呢，你就高低都可以了，不羁万里，没有障碍，这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会再有障碍。所以他说数量消灭，这个数量就是指山顶，就是指有量的有为法，有数量有确定的，所以心性是无量的。数量消灭就融入了无量。山顶不管是什么顶，它都是有个顶，就是有个量。那么我们自身修行，你通过我执的消除，法执的融化，我执没有掉了，但是你法执还在，法执还有多少呢？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走，走到最后
法执也将要消失了。就这种法执也消失的时候，我执法执二居无量，两种相都没有，没有相就无法来衡量，所以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佛，无量光佛，佛法的中道正光是无量的，没有限量，众生是无量的，烦恼也是无量的，法门也是无量的，佛道也是无量的。因为有一个数量就会有一个局限，我们心中如果有三宝，你就不知道四宝，有四宝你就超过了三宝，总是有局限的。所以心的真相是没有数量，消除心中的一切数量，这叫数量消灭。迷觉中道啊，二无所目。这个迷和觉和中道都是没有相可以看，这个目是当看，也是当数量数目来讲。所以如果你在文思上啊很清楚，有空假中三观三谛，当你真正契入了空假中三观三谛的时候，再也不会有空假中这么个数据在这里。所以叫三谛三观三非三，一三三一无所计，一即三，三即一，静为妙假，光为空，静观双王便是中，王照合成有先后，一心融觉了无中，毫无踪迹可以把握。就从内心对于轮回的一切现象，对于度众生的一切方法，你在心中虽然很清楚他们的差别，但是你再也不会去执着这些数量，度多少众生，迷的众生有多少，觉悟的层次有多少，是否需要契入中道，是有相的还是无相的，任何一边你都不会沾着。到这个时候他是真正的迷觉中道，二无所目，没有数据，没有可以看的项目，样子都没有。所以叫做是第一地，在世间真正的第一。这种从暖到顶到人是第一，这四个阶段都叫做加行位。就是总体来说啊，从破一品无名的，破一品无名，就这个方向来说，你是掌握了破无名的方法。如果你觉得自己还在高高顶上的，那你这片无名还没破，就是顶位的你也没有破无名。然后你人认可了，你觉得你能够度众生没有关系，你所明白的这确实是中道，你光在认可上也不是中道，也还是没有破无名，还是一片无名在那里，那你就是达到了是第一，你觉得中道都无相，还是最后一层。所以用功呢，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盯住他，看着自己一直在这里用功，没有相，然后随时都在向上，从十方世界跳出去，从一切向上跳出去，看见了一切相的差别。
但这个功夫呢，如果我们这个心比较散乱，通过定力来培养自己的信心，那我们就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念佛啊，或者是持咒啊，这些就你每天要打坐，定力不增长，你这个承担的力量不够。因为平常我们心啊都很涣散，东想一下西想一下，这个心散乱的人啊，越散乱他的承受力越差，越脆弱，心越乱的人他越不敢承担生活中的这一切，因为太散乱了，东一下西一下。就像你有钱，钱很多，但是都分给别人了，你想做大事就很难做。你把这个财富从聚集到一起了，那你就承办大事比较容易。所以平常我们的精力、注意力，你所想要的东西，你所努力的方向太多了，东也想要西也想要，这样呢你的心就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脆弱。你想要的东西越多，你内在的生命力就越脆弱，分散掉了。加起来其实都是一样的，人人都是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不管你男女老少，人人都可以开悟。但是你心太散乱了，到处要，所以呢你的生命力就变得没有智慧，没有定力。所以修定力就是把我们的能量，把我们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定力好的人首先表现不害怕，晚上找路也不害怕，见鬼了也不害怕，见人更不用害怕了，遇到事情也不害怕，定力好，稳重。所以通过诵经，通过打坐，一定要把自己的注意力啊收回来。就包括我们平常找路讲话，都会把这个力量啊往外扩散。讲话讲多的人心也容易散乱，然后做事情做多心也往外散，树枝一样的一直往外散。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把手收回来，脚收回来。你看乌龟它经常把头也缩进去，缩在壳里面，所以它比较长寿，它背上还背个壳，还可以防止挤压，压一下没关系，你在背上敲几下它也不会痛。那人就不一样了，脑袋敲两下就不行了，它的寿命还长，它还可以承受得了这个时间岁月对我们的腐蚀。其实我们内心太散乱了，内涵太少了，我们经不起时间的腐蚀，一百年就把你腐蚀完了。你看人为什么会老掉的，就是你经不起腐蚀，岁月会腐蚀我们。心散了，力量少掉了。所以打坐做好的人，心安定的人，他一定是相对来说那就比较健康，比较长寿。所以他们说体育运动是不是一定能延长我们的寿命，其实如果你过激的体育运动，长期的体育运动对身体是不利的。有些人以为按摩对身体一定有好处，好几个按摩师跟我讲啊，说这个按摩其实对人体不好的，你如果你没有按摩过，你千万不要去按摩，按摩几下子你身上的骨节啊骨骼啊这些被它搞松掉了，以后麻烦大了，就是连贯不起来了，你就经常容易生病，然后一生病呢就想按摩，按两下就舒服一点，就依赖上了。但是小型的活动是可以的，所以乌龟都不活动它寿命那么长。心安定的人容易长寿。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智慧又是从活动当中得到了增长，就是在你的观念有没有提升。观念其实就是智慧，观定下来好是好处的，但是观定一定不够，就是
定下来以后，你的脑子，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没有提高？如果能提高到空性的层面，那你的心就非常安了。那这个罗汉，四果罗汉，他能够有住劫的寿命，他想住一劫就能住一劫，因为他对身心的调节非常自如。那如果你有罗汉的这个功夫，你在这个世界多住一点时间或者少住一点时间都没有问题。他在人间可以能住几十年，在天上可能住几劫都没有关系。所以定力是一部分，那么慧力呢，就是要自己用心，要用到点子上。通过教理的闻思以后，看看三界以内到底哪些法是自己还没有证得的，哪些条件自己还不具备的，那么这样一步一步的往上走，要掌握四加行的这个加功用习的方法。因为我们不具足资粮的时候，你修行必须要有资粮，然后有了资粮，你进一步一定要把自己的加行啊做到位。所以加行就是掌握明心见性的方法，这是楞严经啊。因为我们前面讲修到位，其实讲了25种修行方法，其实25种每一种方法都25圆通，每一个圆通都是既以佛觉用为己心的，都是以这个25位菩萨都是把佛的觉悟的这个道理用自己的心去体会。那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就是佛所走过的道路，又以己心成佛所履，就是把六尘舍弃，六根收回来，然后得到定力，得到定力以后他越来越清楚，这个智慧力也逐渐在增长，一定是跟佛走过一样的道路。那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也是如此，叫做忆佛念佛。你念佛的时候佛号念起来了，然后把所念的佛忘记掉，变为你心中的一种牵挂，一种记忆。就像你安装了一个程序在电脑里，然后你不会需要去每天去问这是什么程序啊，这个程序是不是在运作啊，它会是什么样，都不需要问的。你在屏幕上打开了，它自己就在那里用，让它自己用。心中有佛，真正心中想到我念的就是阿弥陀佛，变为你的记忆的时候，然后你所做的一切事情，无论讲话也好，做事情也好，生气也好，高兴也好，你总知道你背后的这个佛一直在起作用。这就是忆佛念佛，无相念佛，而且那种作用永远是占主导地位的，它不被动。然后生活中遇到的事情总是被动的，因为生活中的事情没有永恒的，过一会又变另外一个事情，现在在这里听课，等一下又变成下课了，等一下又变成走路，等一下又变成吃饭，又变成睡觉。那世间的事情总是变来变去的，很被动。但是你那个佛安装进去以后就是主动的，它一直不会改变。那你用这个方法也是以佛，即以佛觉用为己心，就佛的觉悟啊用在自己的心上，就是这个方法掌握了，心中慢慢的把习气毛病一点点放下，然后一直到了顶位，就三界以内六道之中没有一个跟你比的，把有相和无相都看得很清楚了。这四个位次呢，难也是有点难的，因为我们这个楞严经啊，它把这四个位次加在十地之前，所以还是要把前面的41个位次作为资粮位来对待的解释一下。按原教的观念呢，这四个位次的修行啊，实际上是在
初信位之前，因为初信就破了见惑了，初信位之前就解脱道的暖点人士第一，修这个四第十六行观。那么如果修中道呢，也是在初住之前，初住就是实性位以后要进入初住，那么也有修这个暖点人士第一，因为要见中道佛性。那它放在这里呢，我们就把前面的当作理解原教的佛法，理解中道佛法，就大小乘、神天乘，然后外在的佛法、内在的觉受全部联系在一起来观察，这样分别对待，然后你就看到了，到这个份上，在见到佛性之前需要经历修行暖点人士第一。就这三个方面啊，就说佛经它这样安排，就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可以这样用功的。那么我们如果做不到，就是现在这个暖点人士第一啊，有时候你拿来对照自己，哎，感觉有点味道啊，有点像，好像也能做到，就是也觉得有受用，也觉得好像对空啊、性空啊、有啊都看得清楚了，你给自己对照一下，那有可能你这个我执还没断，你还没有彻证我执，这个彻证无我，这个时候你修的暖点人虽然文字也是这段文字，但是呢它可以是六道当中的暖点人士第一，就是世间法，你可以对照一下。那如果你已经破除了我见，已经证得无我，确实一切法都是无我的，你已经证到了，但是呢你对法还挺在意，就心中还留有一些法的这种痕迹，度众生总觉得佛法才是好的，如果其他法都没有用，那么如果有留有这种法执，你再修这个暖点人士第一，你就可以看到心中的这个法执也要给它舍弃的干干净净。听到了这个内容以后呢，你就是法执要破，这个第一品无明将要破之前的暖点人士第一，这四个境界啊，我们心里要非常清楚。所以暖跟顶呢，可以待的时间很久，暖位可能有时候我们在修行几十年都一直在暖位，就达不了那个顶位。就是你一直觉得法都很好，自己都在进步，但是总看不到。总没有像跑到山顶上一看万法都很了解，达不到这种智慧的高度。然后到了顶上呢，你想让自己舍弃对法的执着很难，很难很难。我们人的习气啊，这有时候比那个牛的习气还要难，还要重，很难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明知道这是错的，你还要在那里错。特别是这个情感上的执着，因为我们叫有情众生，就是轮回的众生，情不重不生娑婆，就在娑婆世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情。情就像一张无形的网把你网住，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把你捆住。亲情友情都是这种绳子把你拽住的，你说这个人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们说这个儿子娶了儿媳妇以后，这个婆婆呢总看自己的女儿怎么看怎么顺眼，看到儿媳妇怎么看就不顺眼。这个儿媳妇呢，她对自己亲生的母亲怎么看就怎么顺眼，就对自己的婆婆怎么看不顺眼。
说怎么很难孝顺起来。有个法师就说了，他本来两家都不认识的人莫名其妙跑过来，还要叫你叫妈叫爹的，本来是不认识的，跑到一起来叫两下，所以他心里面那个情感的感受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叫多了，他也是有一张无形的网，无形的这个绳子也会把它捆住。本来我们大家都不认识的，然后从不认识到认识，认识到熟悉，熟悉到要好，要好了以后，然后就变成情同手足了。所以这是一个慢慢积累起来的惯性而已，也是业力。所以业力就是你不停的习惯，习惯到那个样子，它就会到那个样子去。适应是有共同的频道才能对得上的，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的思想观念很难找到一起去。即便找到一起了，有些人讲夫妻之间都有同床异梦的，彼此不在同一个频道，你要学佛他要赌博，所以这个没办法。那么这种世间的情执最难突破，在顶位的人，他到达顶位能不能忍心最后拽住他的，这个就是情执的问题，就是对于自我身体的这种感情很深了。因为拥有了几十年的生命，你想让他就舍弃就去为别人，舍不得。对自己的亲人你觉得还可以的，对你毫不相干的人也要像自己的父母亲一样去对待他，你这个情执很难放下。当这个情如果放下了，你的忍位就基本上成就。所以顶位到忍位就一个念头，最后的念头忍位到是第一位也是一个念头，就这两个位置只有两个念头。有时候修行起来很快，但是顶位到忍位呢，他那个念头对不上号的时候，他永远就到不了顶位，到不了这个忍位，就他一直在顶上，他不认可，始终不能承认自己可以跳下去，不能忍受自己要跳下去。这对于法执啊，法的执着啊，一直会在那里保持自己法执的状态。所以我们大家现在在学习佛法的时候，跟佛法也要建立感情，每天在念佛，每天在修这个三皈依，我们每天在诵经，每天在发愿，就是对佛法越来越感觉亲切，越来越感觉好，对三宝建立了感情。最后如果你因为对三宝有感情，别人骂三宝说三宝，你心里着急的要命，这就说明你又被三宝的这个情执啊捆住了，中毒了。药吃多了就成毒了，本来是药，你吃的没有适量，不吃这个药你病又好不了，病好了你还吃药，这病就中毒了啊，药就中毒。所以法执啊也是我们凡夫情执的延续，对人的情执变成对法的情执。这种执着如果不破的话，那么到那里你那个人咳起来啊，就确实要忍着咬牙切齿，咬紧牙关，愿意舍弃。在这两个位置，我们现在如果认识到了，其实现在就可以做准备。有些人很快的，他这个只要用这个暖胃的这个方法，见到的方法有了，一个念头去看观察自身，观察世界，第二个念头他就觉得世界身心本质
表面他都看清楚了，他就到顶了。到了顶以后，他就咬咬牙，觉得自己这个世间的情啊，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舍弃了，能够为一切众生可以付出，能够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那他只要觉得这个可以了，他忍位就成就了。一旦忍位成就了，接下来忍位到四第一位是顺理成章的，就你能到忍，就一定能到四第一，能到四第一一定能见道，能见中道。顶位有顶舵，所以我们看这个忍位和四第一位，虽然是世间法，虽然还没有见到中道，但是他由于气势所在呀，他一定要见到佛性，不见就不罢休。但如果你在顶位，在暖位呢，你就不一定了。所以暖位在那里拖拖拉拉的时间很久，有时候拖他好几世，一生两生都有。今天暖一下，明天又冷了，冷冰冰了。今天修行起来热一下，高兴一下，明天又不高兴了，又对这个世俗的五欲感兴趣了。所以暖位修来修去很多，方法很多，但是呢，到顶位，这暖位到顶位经历时间很长。那顶位到忍位呢，虽然只有一念，但是这一念也蛮艰难的，就在顶位有堕下来的可能。所以我们看这个用功功夫能否成片，是指你在顶位而言，暖位是没有成片的，今天受用明天不受用，倒一下它又下来一下。功夫一直在用，用到你吃饭穿衣待人接物，然后这个醒的时候睡的时候健康的时候生病的时候都能够受用了，在时间上成片了，这叫顶位了。成片以后还有两个念头，所以过去呢，祖师大德呢，他有时候为了破除我们的法执，就在你前面牺牲一头猫拿过来砍一砍，牺牲一个佛像把这佛像砸掉了拿去烧了，他就是要断除我们在顶位凡夫的这种执着。你功夫都用到差不多了，然后对于这个佛像的这个像，对杀生的这个法固执在心中，还是始终有一个框架在那框的，所以他把这个框架一打破，你没办法了，你就被他推下悬崖，粉身碎骨，不在顶上待着。不到顶上功夫没有的人，你就千万不能这样做。他也没有到顶上，你给他推下去就摔死了，那再也活不成了。所以用功最直接的方法，第一是以佛法为主，心为辅，但是用佛法来对照自己的心，就用无相无我的这种关照，这种确认来关照自己的心。那第二呢，就是你用心来关照佛法，心已经占主导地位了，所以心所做的都是符合佛法的，这就顶。然后心佛不二这一个念头生起来，它就是忍。你看看禅宗的祖师经常有一个念头下去就明白了。六祖大师对于这个慧明法师说的，不思善不思恶，还是明善作本来面目佛，这句话一问过去啊，他首先对善恶要一个了解，善恶清除，但是告诉你不思善也不思恶，把善恶两种都否定了，就是对于法对于度众生完全否定掉。一旦否定，因为他知道这是祖师在指点自己，既然他指点的这个路确定了，所以他心能够认可法的无声。那一旦认可法的无声，下一个念头马上就进入四第一，所以进入了四第一，他就能够见到中道佛性。
所以见到中道佛性，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跪下来问还有没有秘密。六祖大师跟他说，与汝道破密在汝边，跟你讲完了，这个秘密都已经到你那里了，我这里再也没有了。所以他就马上得到了这个印证。许多公案在那一刹那当中，你观察都有这忍位和是第一位的两个刹那。香严童子，他是石头碰到这个打到竹子，咣当一声一响，他才开悟的。哎，开悟了以后，他马上写了一首诗，这首诗也是他的心力，一机一忘所知。你看，他本来还有个知在那里，保持这个知，零零空空灵灵的灵敏觉知之心，他这么一碰竹子呢，把这灵敏觉知的心打掉了。灵敏觉知的心就是顶位，因为你以心为主，你灵敏觉知的心对佛法都能对照得上，老挺在那里修行功夫成片了。但是一碰到竹子呢，把这灵敏觉知的心打掉了。所以一机一妄所知，更不假修持，就是连修行的这个法，修行就是法，把修行的法全部一下击破了，这不需要再假这个修持，这就是忍位了。马上认可，认可了以后，动容扬古道，不堕峭然机。动容就是举手投足扬眉顺目，所张扬的、所弘扬、所表现的都是古先人之道，就是佛道。你看他从那顶上一下子跳下来了，本来是要保持这个灵芝，用功用的用的功夫成片了，结果这么一击呢，把这个灵芝打碎了，才知道哦，原来端茶送水这一切动容都是佛法的妙道。动容扬古道，扬古道这不堕悄然机，不是堕落在那种孤僻的别人不了解不明白的生命之外的。你看最后的这个，它是透过了是第一的念头，就是动容扬古道已经透过了是第一位。就这两个念头啊，我们看古大德的开悟的诗迹，他开悟的心力都是经过这个，每一个公案你拿来对照。所以我们要知道，你用功分两个阶段，一个是你对佛法有受用，感觉很开心暖胃，这是中道的佛性哦，就对中道佛性很感兴趣，很有受用了，这暖胃。然后你用功多了以后，功夫成片，时时刻刻都能灵芝不昧，顶位，在顶位上再打破这个灵芝，他就经历了一个念头是认可，另外一个念头就是是第一。那是第一过去，你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成，就是把过去的那种烦恼啊全部消失。所以我们平常的烦恼呢，你不用功的时候啊，我们有这种烦恼，就是怕在人间做事情，人间做事情我们很害怕，特别怕得罪别人，特别怕别人对你不利，特别怕别人怎么样怎么样。你这个怕，这个担心，前提就建立在世间基础上的世间法。那么当你的心逐步的弃入于中道，把这个灵智之心打破以后，这两个念头，前后两个念头透过去了，开悟的人这两个念头很清楚的。就是如果你没有力量，你不敢承担将来在人世间的轮回当中的任何一个形象，你不敢承担，你肯定开悟不了。有些人打坐坐着坐着，身心都空掉了，然后他就以为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了，这是偏空了。你感受到空了以后，你觉得空性是不生不灭的，没有生灭的，然后你觉得世间任何痛苦你都能承担了，这个时候往往最容易开悟，因为你再也不怕什么了。然后你在这些杀人放火任何行为当中，你都能看到无生无灭的
这个心性，这时候你的这个眼光，你的心性就遍布在一切六道法当中。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对于这个真正用功的方法，我们一旦掌握了，就在资粮的基础上可以加工用行。不懂得是加行的人，他还是在做资粮的准备。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呢，这一生遇到了佛法，我们赶紧准备资粮，资粮具足了，就在加工用行上面多做功夫。下一次我们就讲这个登欢喜地啊，登地如何登？阿弥陀佛。回向一下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